芦荟最爱一种肥，花盆里撒一点，叶片肥厚，侧芽猛茂。芦荟呢，是我们经常养的这个盆栽花卉，它是一种多年生的常绿草本植物，它的种类呢也是很多的。今天我们说一下芦荟最喜的一种肥，那么这个就是鸡蛋壳了。鸡蛋壳呢，氧化呀，那是好处多多的，大家呢也都知道，因为这个鸡蛋壳里呢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，比如钙以及微量的磷和钾等微小的元素，它都含有。用它来养芦荟呢，能使芦荟叶片肥厚，轻松的就能够养爆盆，而且还不容易伤到根系。那么做法也是非常简单的，我们呢只需要把这个鸡蛋壳放在太阳底下去给它暴晒3到5天，之后我们把它放入容器中去给它打碎，把这个鸡蛋壳打得越碎越好，就可以呢把这个鸡蛋壳呢去给它放在土壤周边就可以了，它里面的养分呢就能够供给芦荟所吸收，让芦荟呢轻松的养爆盆。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？同时呢，这个鸡蛋壳粉呢，也是可以养其他任何植物花卉的。喜欢的花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